拿去坐车。我发誓，我一定要告你强奸。你告我？那好啊，我现在就回 disco 继续喝酒，所有人证明我晚上都在那儿。我是高级督察，你是妓女，你猜他们信我还是信你？臭婊子！大哥，我不肯做，他就应该。他妈的，这个王八蛋！我有那些挣扎的预备备。下贱，不是，不是你，他也会去做妓女。站住，站住，放手，放手，放手，你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我已背上一身苦困，后背与唏嘘。你眼里却只我操你妈！王八蛋，打不打？哎呀，这个世界已不知不觉的空虚，我不想将你变去。心一再回忆，谁能为我去掩饰？到哪里方真地要认识？不关你的事，走开！剑三，这是自然愿的事，算了吧。闭嘴！你少来这一套！你罩得住他吗？你是捣蛋了吧？我会绝对劝导。别捣了，回去麻烦大了。算你狠，你有种！你是那个面子吗？我现在告你涉嫌谋杀。你不一定要讲话，不过你说的话将来会作为呈堂证物带走。黄牛。现在给他录口供啊，给我好好招待他。Yes sir。 我没有杀人，是那个王八蛋冤枉我的。跟他说话都不说，你他妈的拽了拽拽。麻烦大了，什么事？黑帮的疑犯逃走了。火牛呢？火牛被他打死了。走。那我大哥是吗？星雷闪电的，他能到哪儿去？不过我知道他在哪，可是我就是不告诉你啊。你老怎么样？白说警察，警察大呀，你怎么抓我呀？好，他孙文光在哪里？快点抓住他！你们走开！我要打死他！不要啊！你这样打死他，不是在陪他了吗？